第二块了啊！我也第六块。大家好，我大刘。春天到了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天之计在于晨。今天第一天出来跑步，跑的也不远哈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脚疼的，可能是哈因为时间长了不合适，也可能是把脚伤了。但是哈，咱得足够的重视它。我现在吧上菜市场买点菜，回家看孩子了，走了。老板要四个猪蹄子，脚疼吃猪蹄子行不行？行啊，猪蹄子。这是花了120块钱买了四个大猪蹄子，今天打算用那个猪蹄子哈炖黄豆吃。第一哈给我脚哈补充一下营养哈，第二哈给俺闺女等一下再零食吃。快点快点，闺女交给你了，我得去上班了。好嘞，你在这玩，爸爸去把猪蹄子给剁一剁，好不好？是。剁好的猪蹄子，加凉水焯水，大料辣椒、花椒、桂皮、白芷、桃花、米汁料包装袋，倒点料酒去就行，把覆膜打上啊，焯水以后捞出来。再次清洗一下，这样猪蹄子的臭脚味就没有了。没有水了，我得去买饭了。焯糖水，糖水焯好了以后下猪蹄子，加水。现在接着给猪蹄子挂上锅哈，加一瓶绿棒子，黄豆下锅，半勺酱油，半勺生抽，一勺俺妈做的豆瓣酱，米汁料包，再倒点盐。高压锅上去打半个小时就熟了。哎，大丫头回来了。好饿了，爸说了吗？快了，我给买榴莲，饿的话吃榴莲。我买榴莲了。俺闺女到现在还没醒，俺得去吃饭呀。闺女，你妈来了。熟喽，您看这个猪蹄喽，黄豆喽。开吃吧，这碗汤是你的。你不喝？我不喝汤。你喝这个啊，给月月中。你别动了啊。来吧，怎么样？嗯，对的了。大丫头有点急哈，哎呀，她吃完还得再喂喂她块儿，就上班了。趁闺女还没醒，赶紧先吃。我突然想起这啥呢？啊，谁跟我说，馋馋又喂喂？大哥，就是馋馋又喂喂，那是真馋馋又喂喂。那真Q弹的，球球都弹了弹。我咱们这不会说这个 Q 是吗？都去，俺那边。球弹。哎，其实是球弹的。这个猪蹄子是你最爱，你擅长。这个猪蹄子是百吃不厌。哎。第二块了啊。我也第二块。第三块，你吃第三块，我也不能拉下。来来，我也还好，俺这个汤泡米饭也行。泡面不也行吗？那，这是你的。我的。啊，这你的，这就你吃行了。我一半儿不行吗？还有一个吧，怎么样？推荐的。嗯，推荐也行，这是第四块呢。啊。我就来。第四块骨头。咱这样属于吃够水吧？嗯，这不咱吃多的香。回头就恁俩子来的上。嗯。我听恁闺女可能醒了，来，我喝上这口，咱就结束了哈。到了春天了哈，就得动起来。动的时候哈，必须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哈，别伤着自己。慢慢的，循序渐进来，心急吃不着野豆腐哈，是吧？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哈，喜欢的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了个拜。哎呦！妹妹，你醒了呀？吃饭吧，拜拜。